北极圈被强国包围，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和北欧各国为了探究气候变迁，为人类找出调适和减缓的解方，来自全球的科学家们投入极地研究。但这不只是科学，更是对未来北极资源的卡位争夺战。台湾位在中纬度，没有缺席。我们跟着科学家的脚步，一起踏上了北极。夏天的北冰洋融冰范围逐渐扩大，速度一年比一年快。眼前的动物很可能有一天也会跟着消失不见。大约在2.5亿年前发生的大灭绝的事件，从2叠纪甚至3叠纪的交界过程中，曾经发生跟类似现在非常相近的气候暖化的现象。那现在的这个过程跟当时很接近，我们每一年消失的物种数量，甚至比当时还要来得快。我们有些科学家称为现在叫做第6次的大灭绝，原因就是人类所引起的。神话里众神的国度，当我们逐渐靠近冰川，轰隆隆的声响让人产生错觉，像是天上的雷声大作。神话中，这里也是雷神索尔的故乡。哇！冰川崩落，难道是雷神之锤？神话总是充满想象，极地的壮阔景色让游客赞叹不已，却忘了我们的地球正在面临一场气候危机。北极圈被强国包围，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和北欧各国为了探究气候变迁，为人类找出调适和减缓的解方，来自全球的科学家们投入极地研究。但这不只是科学，更是对未来北极资源的卡位争夺战。台湾位在中纬度，没有缺席。我们跟着科学家的脚步，一起踏上了北极。这一个礼拜的补给啊，车站的用电。我们现在从斯瓦巴出发，跟着台湾来的科学家们，准备一起进到北极的科学研究站，进行冰川地形的研究，而这也是台湾在整个极地研究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现在从这里出发，船程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我们从斯瓦尔巴的朗伊尔城出发，目的地是 Kaffiøyra。科学站这个地方并没有港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快艇到科学站这附近之后，需在外海一点点的地方停泊，然后再用小艇来接驳，因此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So we have this trolley we can pull, and I think we need probably a few rounds to go and back. It's a little walk, so just we can start walking. 这是 Professor Irek Sobota. He is a boss. This is a big boss, and this is second boss. So Irek for 7 days will be your guard. And this is your semi-guide. Sobota 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来自波兰的哥白尼大学，这是 Kaffiøyra 唯一的研究站， 1975年成立。从最早的货柜屋到现在生活机能完备的小木屋，将近50年的时间，是科学家们在北极的堡垒。Here we have all components of cryosphere in one place, like glaciers, icy, permafrost, snow, of course. Of course,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se components. Our research from this time focuses mainly on glaciology, geomorphology, hydrology, climatology. 这是 Kaffiøyra 夏天的样子，积雪消融，露出大片褐土，冰川还在，有大有小。或许几年后回来，几条小冰川没了，这块土地又变了样貌。会怎么变？就是这群极地科学家们关心的事。So you will go here. Here super shallow, and the descent bit. It's actually coming recently, so it seems like we'll be close. It's like 2 meters deep. For the boat, it's so dangerous. They slow down almost to zero. They kind of drift through. This is actually it's paleo beach, paleo coast here. This is very recent because of water discharge, glacier melting, a lot of sediment discharge. There's a lot of sediment now, so it's very fast build up of the new coast. 台湾中央大学的地球科学家们从2020年开始进驻 Kaffiøyra， 是透过波兰籍的台湾极地研究站主任 Jack 张文和为双方建立起合作关系。So let's go around and I'll show you the what is what. All the food inside, and I mean basically, if you are hungry, you can come and pick the stuff. This is our toothbrushing area. So our brush teeth here, basically. So I don't know why, but it's like a custom. And also, in the toilet, we do only number 2. Number 1, we go outside. So usually boys go that direction, and girls go on the other side. So it's kind of already like set. Okay, so this is Avatsmark glacier. I guess you already know from presentations and maps. Yes. We go there one day. It's a good weather and no wind. We will touch it. He will touch it because it's a thing. 在北极做研究，得时时注意天气变化。北极要做科学研究工作呢，天气非常重要啊。现在今天我们的天气，我们看到这起早其实风吹得蛮大的，而且正在下着雨，因此像这种天气对科学家来讲呢，其实是不太能外出的，因为在极地各种天气状况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带来严重的危害。 从台湾到 Kaffiøyra 超过7000公里的距离，科学家们虽然不想白跑一趟，也只能顺应环境而为。夏天的北冰洋融冰范围逐渐扩大，速度1年比1年快，眼前的动物很可能有一天 也会跟着消失不见。大约在2.5亿年前发生的大灭绝的事件。大灭绝指的是生物物种75%以上的消失。在我们看不到的海洋底部，有个热岩环流绕着地球循环流动。北冰洋的冰层厚，温度低，海水密度高，能够驱动热岩环流将表层的氧气带进深海，提供海底生物所需。 但是，当北冰洋的冰层溶解，导致海水密度降低，让热岩环流的驱动力减弱，甚至停止。深海里的生物失去环流带进的氧气，可能大量死亡。而生物死亡后，细菌分解尸体消耗大量氧气，或是没有被分解的尸体发生厌氧作用，产生有毒的硫化氢。不管是留在海底，或是跑进大气，都会影响更多生物。这就是科学家们担心的大灭绝。在2亿5千万年前，从2叠纪在3叠纪的交界过程中，曾经发生跟类似现在非常相近的气候暖化的现象。那现在的这个过程跟当时很接近，我们每一年消失的物种数量，甚至比当时还要来得快。我们有些科学家称为现在叫做第6次的大灭绝。 原因就是人类所引起的。Heat is just trapped under this what we call a heat dome across 600 storms were reported with strong people and hoarseness. More than 1 million people across around 25 times the volume of water that flows in the Mississippi. 地球慢慢枯竭，大自然的循环遭到破坏。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就是气候变迁，在极地。 尤其明显，就是我们在讲气候变迁，有一个我们都会讲说，我们世界的平均大气温度、平均海洋表面温度是如何的上升。这个平均值是从很多的每一天、每个小时的资料，在不同位置累积去平均而得到。随着平均值的上升，其实这个变异的程度也会增大。变异的程度就是。 最高温跟最低温的差距可能会随着气候变迁的发生，它的这个变异性会增大。变异性的增大就意味着极端的事件，旱、涝、热、寒这种极端事件发生的几率会越来越多。人类终究渺小，在广袤开阔的天地间，得学着和大自然 共生共存。